我拿个拍了，爸大唱啊，你爹爹唱，伊讲个听个。哎呀，这个路诶，歹呀，见呀，哎，爸讲讲，啊，你哪有咧较好啊？啊，顶手开顶串，啊，下手开下线，啊，生呀帅，啊，伊呀坏，啊，生生帅帅，伊伊坏坏，开门出来看。冬天，哎呦，你看我今日人讲矮人穿长衫，俗语叫做坎卡哦。讲要问地号名坎卡，啊，真正坎卡啦。今仔因阮这衫裤拢人借来还穿的吼，啊，是我家己矮啦。你看这穿，哎呦，坎卡裤哪会这么长？啊，你就是讲，哎呦，冰冰姐呢特别较矮啊呢。其实呐，做歌戏的吼，真侪拢矮啦吼。比如讲，迄个柯秀妮啦，迄个林明远啦吼，啊，迄个真侪人拢是矮啊，当过啊。啊，今仔日到底是要讲体格，还是要讲歌戏？到底是要讲啥呢？在彩戏圈有许多好久不见的演员，他们消失在荧光幕前的原因，有的是转换事业跑道，有的是嫁为人妇，有的则是负债出走。一起来听听好友们聊聊这些好久不见的歌仔戏明星。嗨，啊，咱这拢是大家熟悉的人物，这些人咱若拢无熟悉吼，你都唔是台湾人啊。咱都是看这个歌戏大汉的，啊来讲这个鞋啊当归啊，这就两个啊啦吼。鞋啊，那安尼比起来，恁拢算落的哦。你贵宾组含这个叫做比较比较，然后我要讲一个怪胎，就是大家拢知影，要看小生，一定看杨丽花，看叶青，啊，看黄香莲，看柳青，安尼讲较好看。嗯、但是吼，我要甲大家讲哦，这内底几啊个吼，拢做过小生，连绵月做过矮啊小生，哪会遮矮？啊，然后这个。一个柯秀妮嘛是叫做囡仔生，叫做小生。一个更加好笑吼，桂美珠伊捌做小生，做个阿官型带做干娘的，好娘哦，好娘的小生啊。做卡生，卡生。你怎啊捌做过小生？我嘛捌做，我是挂了精，因为我这里形状太高了，我才改了。无，你袂使啦，你小生小生才正常。我就是挂粒精啊，我若卖这两粒吼，若卖这两粒，我怎么做小生啊？啊嘞，但你的面就是灰蛋，你个性袂灰吼。不过若高中你的面整起来就是灰蛋，啊，足水的。较花俏哟。那所以就像你，我足万分可惜你，我做做蝌蚪。我告诉你，今日免万分你若要做小生哦，你的剧本爱定下。为什么？嗯，伊这种面娶小蛋哪有可能？就大奶小生啦，吼，大奶了。面嘛较危险，面较危险。危险是伊的目睭。啊，若可惜你的面吼，都拢阿袂讲话吼，伊拢伊干那。安尼穿一个吼，啊，你着替伊目屎先流安尼，就感觉那足可怜的啊。啊，美娇，你要做小生对无？我唔捌做小生啊。你考小生啊？我进来时阵演过小生啊。你这做小生，人要较会看一下。第一是出去到地，规身骨强要断去安尼，徛了当 X 型的啊。今日是安怎讲到这来呢？我要讲一寡吼。歌戏不是讲要教大家安怎做歌戏，是足侪咱怀念的人物啦，即马拢无看，为啥无看？人就无爱出来做。比如讲第一个来讲，阮这阿姐杨丽花小姐，哦，都久久啊，几啊年啊，再来公演一摆。啊，电视吼，因为太贵，即马电视台大家是几摆，哎，这个制作费很少，请袂起，啊，大家拢看袂到，安尼要安怎？哎，这是咱杨丽花小姐的原因是安尼，啊，人个厝内就一个好翁，翁文东先生，钱赚真多，人也免做啊，安尼吼，所以很轻松。啊，剩个个有啥？叶青小姐，叶青小姐，啊，我也想知，即马拢在创啥？伊即马拢在做女娲石啊。女娲石即马在做生意啦。对啊，啊，最近啊，那生意，人会使生意还生意啊。啊，过来，比如讲像阮安尼哪做演艺。哦，啊，再过来做生意，那卖使啊，咁一定都爱停。因为即马刚刚说的原因啊，因为制作单位的那个成本都对减，主要是电视台现在没有去捧火。对，因为华语制作成本比较高，对，所以就电视台不开啊。即马开节目啊，无像较早讲，较早迄落歌戏服装便便哦。电视台内底有啊，即马开嘛无服装的，那就是开嘛是拢主角一定拢会做新的啊。啊，即马就是钱的，较早一出戏哦，一点钟要百几万。对啊。啊，即马是所有连续剧两点钟八十万呢。对啊。没做起来。没做。那是限于那几个无线台，有线台的那更少。我即马要讲的吼，是讲迄个当初吼，杨丽花的咱即个。
歌戏的这历史里底，它绝对是要上咱这历史的一个人物啦吼。但当然这是咱家将心比心啦。迄个时候，咱比如咱做头家吼，咱上惊讲，头家安尼整团整班，还是做工厂做做的，那会某某主管甲我讲，伊要离开吼。要做头路，好啊，无我答应你卖做安尼，啊，甲我带走三四个，带了了，我明仔载打这个工厂要安怎拉落去，敢那讲这个意思吼，当时是不是因为有真济嘛，也有柯秀妮，也有这个叶青、黄香莲，足侪人，你做刘青，其实大家总是台湾电视公司内底，变变拢一团嘛。啊，敢那杨丽花做团长安尼是毋是？伊阵啊是联合剧团，是中戏过来甲台戏夹。本来杨姐伊个剧团是，啊，佫敢那是联合国剧团。不，联合剧团是恁过来夹的时阵，对，天马。啊，佫来则是台戏，台戏歌戏，台戏歌戏。到尾啊，中戏有两三团过来甲美娇、甲红啊，就是迄个时阵过来。啊，我先甲你借问一下，在我印象中，我小时候那时候完全。我都还不是演员，是咧阮家吼，都爱过去好野人因家再当看电视。迄阵我就看到你，甲看到林明月两个咧做囡仔生。啊，迄阵中戏，阮两个集团。中戏啊，我就是要问恁，你等下讲一下。迄阵做囡仔生，啊两个吼胖塞塞，你嘛肥的，伊嘛肥的。啊，迄个柯秀妮吼，我会再讲无？迄阵吼面胖咖呢，敢若面粗咧，敢若一动，目睭是。单眼皮或者是很小，眼皮很小，单眼皮对不对？很小。你看我还记得啊，然后睁出来哦，啊，人愈红就是愈水。迄阵无红了，干嘛？啊，今天来一些那米糊的，因为那台湾都看，啊，都看杨丽花拢爱这型的啊，有人看到，哎呦，那一批啊囝，今天才看完尔，搁一个搁较细皮的出来，人面怪，我敢会记迄个酒窝，啊，就两个拢肥肥胖胖啊，在做小生。哎，阵就是囡仔先叫人叫来做小生，是不是？对，迄阵啊是江乐社来加入中戏，甲因甲咱骨碌团吼，把这个电视台建落去做。啊，不然恁那变个走去个台视，甲杨丽花干。多杨姐无苦段，无小段。伊讲你遐细汉哦，你来做小段较合。啊，我讲啊，不过我会较差。伊讲你学一定会晓，因为你是内台。你自细汉都唔捌学苦段，拢学小生。我拢嘛学，但是阮拢有女，比如讲男扮女装啊，做规定嘛。你一定爱会晓安尼。一定爱会晓。啊，好佳哉，杨丽花这个建议是对的。啊，所以过去甲伊做。才有这个柯秀妮。啊，甲伊做无外久吼，就联合剧团大家挖来，啊挖来就王金英啊、美娇啊、红啊。啊，搁有青阳，就足侪，大家拢合作。啊，甲你捡过，啊，这个煞落尾去，连面我煞无。迄阵啊，我拄啊在王明山遐做护士。哦。迄阵啊，拄啊好这个苏妈玉娇无做。你都无爱较早改查某，搁对啊咧护士。啊，我唔咯，啊，我拄啊走去唱歌，都唱到不得头啊，打去。哎，这个代志我一定要讲，冰冰，我迄阵有甲伊讲吼，哎，人杨姐要叫你过来做，因为迄阵阮都做产品应台，我讲啊，咱来做吼，啊，你来做人生，无哎，我才不爱做小段。结果人生就红啊，我来讲，人生你无做话。良心，你敢知？我迄阵真正袂晓做小段，哎，会惊。啊，即马都也会晓。啊，尾啊，就是吼，去学唱歌，唱的这个黄香莲啊，全敲电话去日本给我，讲伊要去迄个合作花市，含小平明因做，爱要做副生，爱都一直甲我骂。等啊吼，规世人个想要做小生啦，过来做小段。哇，迄头一天吼，我安尼吼去录影，敢要我讲我袂晓装，敢要装一个面线溜啊吼。啊，去绑在遮。什么叫做面线溜啊？啊，都用一个迄落头针丸，安尼绑一个，安尼敢那面线嘞，啊，怎敢抬在遮？你听。啊，我怎坐嘞吼，架台一直哭啦。我这摆我唔做小段，我绝对唔做。头一遍的话是，就是用人叫我去做。啊，恁即往话来讲，既然人尾啊，迄个柯秀妮甲杨丽花两个做甲足红的哦。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有杨丽花都一定要有柯秀妮，啊，做赛格林车是外省的阿伯啊哦。伊就爱听啦，我看，恁那咧较早含垃圾哦都有，我阿恁那咧听歌，你怎么听得懂？哦，我喜欢听这个歌仔戏，阿妹啊，你走去别位吼，我有一摆佫坐到同一个人的哦，我甲问讲，阿恁那无咧听？伊讲杨丽华换别的这个小胆。哎，听不习惯，你是音就行哎。我一共往把个秀短听不习惯。我说，那你从此不再听杨丽花，不，我还是看她歌仔戏。如果呢，一共你啦，一共你去喊把个秀先走，
那也不习惯，伊就刚才要看恁两个，恁就对了。对啦，啊，但话讲倒转来吼，恁规定来共断了了，断了了，迄就杨丽花变。不是嘛？不是讲规定总管个别去走几下个。我去高一山底下，我先去，我迄阵嘛。不离花也偷走。是啊，不是，无我迄阵那阵，诶，咧做官的时候，我调咧做天天开心。迄阵因为我有做新剧底吼，所以我拢有时去介拉拉戏，我拢做新剧做天天开心。所以我较早走，我是较早走走去华西做连续剧。你后再乡里人佫叫我去做，我再去做。我去再佫伊佫去，唔只吼杨姐甲我讲吼，啊是你讲是你讲招去。哎呦，你叫伊讲啦，误会啦，哎呦，也是误会，误会。啊，你有误会着吗？有啊，阮阿姐。哦，曾经讲啊，拢啊拢嘛是我这个叛徒。其实冰冰今仔日讲这个，冰冰今仔讲这个题目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安怎应该，希望讲杨姐看会到吼。其实拢个别去的吼，比如讲我几十年怎啊无甲杨姐，我电话安尼哦，顺续安尼。杨姐怎啊切讲哦，无怪啊，再一摆吼，我含杨姐去杜拜佚佗哦，啊伊卡来甲我拜，甲我拜年，落去拜我。杜拜，我甲讲，我咧杜拜，伊讲啊，你咧拜公，我嘿啦，蚊仔香啦，人家已经甲我杜拜啊，伊讲拜公。这条代志杨姐，啊，我甲讲，我讲啊，我含杨姐去，伊再讲，伊再无讲啊，无你我甲伊讲一下，伊讲啊，你赶快帮我跟他问候，我本来是要讲。啊！你家己来讲啊，嗯啊，就挂掉咧。十五六年，我拢你家己惊，唔敢。唔是因为对方甲我斗，甲足歹听。伊讲杨姐气我气甲要死，伊讲哦。谁甲你斗？谁甲你斗？人学话啦，唔使斗啦。其实我感觉吼，讲是我带伊去，啊，佮带柯贤基去，算讲我即只戏，啥物咧拉拉规，我袂晓讲迄，我着连学话我都袂。结果是你变歹嘴，歹鬼耍头的。哎呀，我带先去的，佮伊拢无关系。我是佮第二出，我讲哎，阿妮娜来，伊才咧甲我讲，因为人因为佮伊咧安排。多趁这个机会，多顺续互你讲一个。啊嘿，你要甲杨姐讲一个模样，三号只是杨姐啦。真的啦，啊，看是甚物人讲，我嘛无爱讲是甚物人，啊，反正吼，阿妮家己心知。杜明，伊有坐伫个家里，咱问有时间，咱问看阿妮伊去中时是啥个叫？啊，先叫我讲嘛，唔知伊拢会去。没有，你有两趟背叛呐，伊的感觉。两哪两趟？第一趟，讲一下嘛，讲一下嘛。第这个杨姐不搞我万谈鬼啊！第一趟你就是跟，跟那个谁，李如林，李如林去华视开节目嘛？就因为那就是第一趟嘛。第一趟是因为我咱两个人好朋友啊，啊，人阮迄边的小段大家拢做侪有安尼有清扬嘛吼，啊，搁有柯贤基，啊，当我想啊，当然你看。细个囝，大家镜头也都无平等啊！我是甲阿丽啊感情较好，所以阿丽啊伊去华视的时阵，伊甲我招去。因为迄个时阵，阿丽啊就是李如，伊就李如林咧杨丽花家做即个副生啦。是啊。啊，即马变作恁爸伫遮咧做小生，啊，恁下骹起不起差糟了了，我拢唔知。啊，你阵奈袂晓讲安尼哦？我冷忘。你阵无恁奈袂晓讲，比如说伊是杨姐哦，姐，啊恁遮吼角色遐济，啊我拢啊演啊袂着主角的吼，演袂着即个主条。啊无吼，你放我走，你来甲讲者，搞不好不一样。啊，你无甲讲先走。或许啦，啊，因为咱若较少会，较袂晓处理代志。啊，像我着因着去，我着过去啊。感觉我感觉阿公啊较重感情。其实伫个杨姐遐，伊毋是毋捌做着主角。双旦，你会记个迄出《温暖晴天》，你做咧嘛是正主角。你遐做苦，我搁较毋是苦的呢。伊吼，伊搁有一个上好笑，就是我今仔甲你拍者甲你比。嘿，伊甲李如林做一对手，啊，因两个恋爱嘛，啊，等于伊落魄迄个剧情，我无请会去，两个出去。小婉要去报仇，啊，伊就家救咧。小婉，啊，伊吼足够哭，我毋知伊遐尼够哭，目屎四淋水。小婉，你唔通去，你单手一只马。拢总无人知影，什么一单手一只马，单手匹马，啊！伊讲你单手一只马，结果报出阮大家看到说，哎，笑死！啊，伊靠家呢哦，一出你就是听苦段，你敢知？啊，伊就是重情啦。其实，阮遮内底剧团吼，阮台视剧团遮姊妹啊吼，阮袂讲安尼怨妒啥物。平常心讲，阮从来吼袂排斥咱，因为人伊本来比咱做比咱较好。不管啥人，因为我是甲阿丽的感情，伊讲阿丽对我起遐，我讲好无，遮侪个人啊，无差甲咱一个，我介过去。所以过来是，我搁去乡里那遐，啊，我去，伊也搁过去，啊，从啊规个搁有人，系啊，搁互别人安尼讲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亲家不亲，无必要去拍鬼抓头。华语的生态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。那是因为杨丽花吼，不是抓头，是空间。因为杨丽花去了谁都没有关系，杨丽花就是他在就可以了，他在就可以。但他会有失落感嘛？啊、那是过去嘛？啊，那我再讲讲。这个阿姐，哎，我记得。有这个度量啦，有啦，伊就有，哎，所以即马拢无所谓啊。啊，你若要讲到一个
迄个河洛，河洛，迄个头家啊，刘董，老董诶，伊啊老灵敏，啊人讲伊毋着七八，伊吼伊家己袂晓演戏，伊吼开始有一个河洛，啊捧一个黄香莲，黄香莲后来这个地盘变伊诶，变黄香莲歌剧团，伊都无小心，伊搁换捧一个。冬米粉，啊，冬米粉了，冬米粉搁自春米啊，你先烹春米啊啦，春米啊，啊搁自立门户，啊，啊啊，但伊搁无小心啊，伊搁换一个怪春米，怪春米，搁家己一团，伊搁无啊，伊今嘛搁变一个徐亚芬，徐亚芬搁一团，伊搁无，所以伊才有悲哀。哎，因为我阿姐你算足勇的呢，你去谁都没有关系。伊当初是伊感觉徐秀玲跟他配的，因为控比上盖好，默契最好，形形体就好。对对对，所以刚走的时候他很不习惯，所以伊搭就真怨叹啦，伊把怨叹了我听。其实我讲唔免怨叹。那我再。没有，我再请问一下哈，人阿红也是都无机会突出演女主角才会走，啊，你都突出演女主角，你为什么要走？迄阵是已经一个村演一段。其实阿姐嘛足花心的啦，你讲。花心。柯秀妮演着杨丽花，因两个定咧配哦，啊配来配去，她自己其实她最聪明，她常常会觉得说，我两个配过会麻。哎。人阿红也是都无机会突出演女主角才会走，啊，你都突出演女主角，你为什么要走？迄阵是已经一年前演一段，吼，因为较少嘛，剧本无嘛，剧本是杨姐吼，她很严选，看较好再，看较好才有要做，但是伊看较好，拢差不多一年会当演一段。啊，那刚那个时候爱食饭，咱爱食饭。迄个时阵我拄好结婚，哦，黄龙本来就是。的薪水大家都知道，拄好我嫁去的时阵无外久，我就生阮查囝。啊，其实吼，实在是足无钱的啦。啊，我有打电话跟他讲，但是我要讲一通电话，三工未困，又搁食爱困，又搁困未去。刚才想讲，我开不了口，因为这个是。我亲像要跟人离婚安尼哦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其实我的想法伤过简单，我想法太幼稚了。我也未结婚之前，对方就跟我讲，伊讲你来跟我做一出啦。啊，一出就是偌济钱，我想讲好啊，啊无结婚了才讲。然后结婚了后，伊讲你来跟我做，我想讲我真正需要钱，我讲袂用的。杨姐要开一出戏，我先甲伊录好，无我才过来甲你做。那我的想法就足单纯嘛。啊，真正录煞，我就。啊，你唔着啊，未录先甲杨姐讲。无，我这边录了，这边录了，我才无法度敲电话讲。我讲，我都讲叫伊的名啦吼。我讲啊，我吼都结婚以前都答应人吼。啊，共讲好啊！我这答应人一定爱做嘛，咱本来就是爱讲信用嘛。啊，无你敢袂用个目睭揢一蕊安尼？你了目睭两蕊哦，你要揢一蕊那我。啊，你让我来去做，我都有卡吼，卡需要用钱。啊，这边做一出，啊，你这边一年一出，啊，我也过来做一出。伊就讲，后来我已经了解，因为就是咱袂去想遐济嘛。啊，所以就是安尼。因为哦，这是一种归属感，因为大家拢看恁是一对手，啊，恁怎啊四界来当去，搁倒转来吼，无遗憾迄个感觉。到尾啊，吼，伊就是知影讲整个来龙去脉的原因，所以伊才搁叫我当去做，无意义的个性。哦，你搁有当去第二摆就对啊。后来我就再到恁做啊，啊，后来公演呐，啊，电视演出《四桂坊》，我搁有甲伊到恁做，才搁生阮第二个。啊，对。啊，尾啊，军心情深，我也是跟他。不过我要讲一个良心话啦，其实阿姐嘛足花心的啦，你讲。柯秀妮演着杨丽花，因两个定咧配哦，啊配来配去，她自己其实她最聪明，她常常会觉得说我两个配过会麻去。哦，一个表情，啊，一个红啊，给的，知影因过来是倒一步啊嘛。啊，这就是默契啊。所以偶尔就会想到，我去用一个司马懿教一个，哎，蛮笑笑。我讲我翘骨尾歹听，你不要笑想我。过来就是啊，伊嘛想讲，啊，无我来用一个，点伊个李亚芳嘛用过，周亚芳，周亚芳他也用过，杨珊珊他也用过，哎，偶尔想。用一下那个董宝宝也用过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他也花了一点懂，花了哎，可能是吼，那个电视这款的媒体有些需要换新，对呀、啊，他也会这样换，啊也当办会不爱让人点点，这嘛没啥，其实小段嘛有无安全感，伊嘛有看潘丽丽。
搭过青龙，搭过青龙的两三部戏都有，其实大家都就有机会了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啊，那小旦偶尔也去讨价一个，应该是可以了。但依我讲一个功德，不过阿姐就觉得，但是在伊的心中会感觉呢，就是招出去，招出去偷看遐的感觉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招出去。那这是小段走啊？为什么含什么？杨啥黄香莲呐、李汝霖这样个走，为什么？他们应该是想读书。啊，囡仔气大嘛，手大本位，这无法度的代志嘛。你去个联合国剧团，你阵啊有柳青、有叶薇，啊，搁有香莲啊，啊，遐尼啊济。人伤济。小生是要那大家吼，若讲袂读书的人吼，那是天注定的，无可能。一生无可能重量哦，啊，人来去像叶薇去华师，人有一片天啊，啊，像因家因拢嘛是因的母乳骨气啊。啊，像我要讲一句吼，对不起阿姐，像我要讲一句吼，这三十几年前的代志。联合剧团入来，因的第一部戏，我本来甲杨姐对，我就变伫第三手的，伫第三手的，啊，我无几集的戏，佮再来就是迄阵啊，拢外口咧做驻唱歌星的时阵，啊，我就甲迄边的头家咱卖讲名，我讲啊，我拄多伫倒位做，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一句话，爱做秀而去做几站的，结果我从那次以后，我就啊无伫内底做，啊，杨姐也休息，她身体也不是很好，伊嘛无做，结果我嘛无通做。所以那段时间我才走去做驻唱歌星，就没地位了。因为还有一两个人还没讲到，萧明明走带去。萧明明现在不错啦，做星妈啦。我那个时候他也是本来跟你弄联合，然后他在你带。你其实是在华西，一句话就是因囝失忆呢。有，他也有来台视演一部，好不好？那是以前。不过改到顶演，但是伊尾后再来华西演啦。迄段就是伊做正先，黄永莲做副先，啊，萧炎秋做苦段，萧炎秋死安尼，啊，我去做副段安尼。哎呦，哎，搁一个，搁一个。伊原本是对礼拜五的，就明明国剧团叶大平的，然后叶大平。后来离开了嘛，伊才跳去华视。啊，若讲阿明啊，志小明明啊，当初会生这个失忆男，讲是为了爱，偷偷啊生安尼是无？对，安尼有这么讲。伊迄阵啊吼，足爱惜导演的。哦，施富雄。对，安尼讲阿无公开呀，阿无公开，伊就有。施富雄有无？迄个时阵，无。好像没有啦，后面就扶正了。哦，失忆男没有，好像生出来没有多久，他就已经正式的。不过因两个阿嬷就好笑，像红星无大啊，对看看了怎啊乌白转，袂啥好势。到个徐导演哦破病的时阵，我就觉得阿明阿姊还真的是无简单呢，无简单。听说散尽家财，赚偌济钱拢该开落去安尼。也不见得阿明阿姊，所以关于这些老歌仔戏的演员，伊无虾米生涯规划吼，一般拢过了无好。啊，现有的这几个，像阿明阿姊也算有钱。啊，杨丽花就不要讲了。啊，黄香莲伊本身就袂歹啊嘛。要记得当好多李汝霖那招待去。哎，这个真正幸福不平。伊的个性吼，敢那较孤僻的款，伊真少甲阮联络啦。迄怪胎，伊敢那洗身躯爱洗四点钟嘞。十几年前，一寸一寸看路。啊，化妆才有惨啊！伊六点爱化到十一点才会好。啊，迄个杨怀民两个真正都有病啦，其实怎么会啊？照镜的，为什么？不知道他眼睛到底是那颜面神经有一点问题？不是，应该是白球。伊安尼画安尼看。我不知道70多哎呀，身体若用七十，哎呦，还阁变变桥，你若身体那么三四十岁，都嘛，不过因翁哦，伊是学者嘛，啊，真严肃啊，吼，较严肃啊，所以就咱这拢做小听话。我看即马，用的那也变出来，拢建起来未消。没啦，用连一用伊就未消听话，伊就没。从以前就很，他就不会消听话。警察哦，目睭白金嘛，苹果摕就加，无洗嘴安尼咧。然后呢，我以前咱歌戏界就真活泼吼，啊真古锥，五花十色。即马雄雄去做安尼学者的夫人啊，
啊，他蹲得住、啊？一定会吧，蹲得住。这人吼、喔，到尾一定爱有一个好的归宿嘛。哦。爱找到这好的归宿，再等于铁饭碗啊，对不、嗯？比来搬伊较好啊。哎呦，啊，不过吼、喔，譬如讲，那有一个这款的要给我做归宿吼，啊，我全系每日吼、喔，我全系坐在家像你这般夹安尼吼，啊，林小姐你好哈。啊，玉山，你现在好吗？哎、欸，我没关系呢。每日你想啊，我伫个像伫个内湖的五指山那边车，伊行拢去遐爬山，伊拢六点就到山顶。甲因翁到底？无伊家己爬。哎，啊，佮拢去英语，啊，因为伊拢有哦，很上进哦，很上进哦。读，我拢看伊，我讲你是咧看啥？读英语。因为因翁一定甲鼓励。啊，佮伊的囡仔，查甫囝、查某囝拢伫个外国，所以伊一定爱读迄啰，迄啰阿摩利亚的册。哦，阿美利加。阿美利加，阿摩利亚。阿摩利亚，阿摩利亚都臭去啊！当。无啦，阿摩利亚是迄啰啦，泥土啊啦。哦，是安尼。啊，我拄仔咧讲小岩洲死吼，小岩洲听讲是自杀的。是。跳楼哦，但是伊到尾啊吼，伫外台戏嘛拢演小生咧，哦，伊就改落演小生。因为人较大汉，嗯，啊，小生佫演了袂歹哦，我那真够演。啊，安尼既然都安尼，我那会使演小生，会使演小旦，为何会自杀？伊个人吼，有淡薄仔想袂，较想袂开迄款人。伊想过去我嘛只红咧听，啊，我都按女主角做安尼吼，啊，起码吼煞安尼敢那排袂着阵。所以会家己感觉一种，白做啊，会一种自卑感。哎，我那听讲是感情的，为感情。嘛无啦，嘛无一定拢干那安尼。啊，感情我哪有失落？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啦。是谁甲欺骗？因为伊后来甲一个少年呢，啊，那个少年呢，原来那个丈夫，伊个叫阿祖啊，吼，有一点是混黑道的，人讲老毛加肩膀，迄个人，唔是我气起来吼，是迄个扫帚家来甲喊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唔过。严秋后来唔知安怎，人个阿未到甲观察看过安怎变化，唔知啊。其实严秋我真难卖走吼，伊是伊本我去踢伊个亏，你知无？嗯嗯。伊是甲杨姐一对呢，是上中下啊。伊上集工做做，因老爸王生主要不爱倒来做，我才落去踢。伊甲我演一出呢，我就安尼讲，你大家知。白冰冰第一个演女主角的戏，就是甲叶青演《蛇郎君》。啊，《蛇郎君》里面伊演叶青边仔一条细尾蛇，细尾啊，青虾。嘿，啊，伊本来是苦旦呢，啊，我想若捌伊呢，我对伊迄个印象足深的是，逐摆看到电视吼，伊个鼻拢做那个阴影做上深，啊，我则有啊，像伊个鼻本来就遮尔啊。天气咯，天气咯，我拢听讲，哎呦，恁爸安尼感觉，我拢袂安尼啊，我拢感觉，哎呦，哎，伊两边鼻那会遮乌，我头摆看到伊个时候，伊两边鼻那要画遮乌，啊，对他就印象很深。嗯、后来再看到，就是跟我一起演戏，伊演这尾蛇，嗯，哎，都苦大呢，演三岁安尼。伊这个人呢，八代真好。伊个手念真好，伊拢手艺有呢，伊拢下半格。啊，盖牛盘，啊，我来盖白目。迄有一遍哦，我伫个外台，我去看伊做小生。啊，以前哦，即拍鼓的，哦，拢会吼，甲演员创敌，有时啊，拢会共跌鼓。但是吼，迄边我去，我叫杨秋阿姐安尼笑者。伊一直在甲边仔人讲话，啊，但明明边仔拢无啦。无啦，安尼恁袂惊吗？啊，我来惊，我来想讲，阿姐你是在向讲话？精神。啊，就伊啊，啊，就足烦的啊。伊这个人，我那八代真好。吼，伊的手念真好，伊拢手艺有呢，伊拢下半杠。啊，盖牛盘，我那盖白目。迄有一遍哦，我伫个外台，我去看伊做小生。啊，以前哦，即拍鼓的啊，哦，拢会吼，甲演员创敌。有时啊，拢会共跌鼓，啊跌鼓就等于甲闹开，你听。跌鼓是啥意思？跌鼓就是你若咧讲台词吼。伊就甲你通通，啊无就甲你用个壁骨甲你叠叠叠叠叠叠安尼，讲袂晓做，卖做好入去啊。但是吼，迄边我去，我叫杨秋阿姐安尼笑一下，换伊甲迄个拍鼓创治，伊甲创治，伊唔同。伊就是老教才有法度啊。当然咧咯，师傅嘛。啊嘛，若无你，就算你有放来共创治，有时啊拍鼓也无欢喜啊。是啊，所以就爱阿姨会倒只加甲创治。对啊，阿姨唔就做要去搬套救兵。啊，人一般来要搬套救兵吼，就是讲，快马加鞭，速速启程啊。啊，人拍鼓的吼。我第三下就甲卡落来，你知唔知？大大唱啊，你短短唱，伊毋着爱唱紧嘞。将心望路袂来去啊，伊爱唱安尼哩。人伊袂瘾甲唱安尼，拍鼓怎甲卡落？大大唱啊，你短短唱，伊怎甲停起？哎呀，这个路诶，歹啊行啊！爱拍鼓讲，啊，恁老后咧较好啊。啊，看恁爸仔衰小，恁要甲你拍金板嘞，你甲唱路歹行。所以哦。
伊真正有迄个北来，伊想讲你拍鼓有歹，甲我拍嘛无要紧。哦哦。我路歹行，我都过来，我用讲的就好，我就听落。哦，伊就爱唱。所以袂瘾甲唱。嘿。哦，我是伫边仔看，我咧会笑笑甲袂笑。我讲阿姐，你真正是哦。含拍鼓，你要听我甲创干啥？按我安尼后摆敢袂在德式迄个拍鼓？嘿，无要紧啦。无咧惊。迄老真多啊，拢无咧晓。无咧惊，无咧惊。哦哦。啊，咱拄仔在讲迄个小严秋，是因为后感情、后事业的情形。那无感情。爱感带有一个破病。哦哦。他很可能去哦，医生甲宣布一个啥货，伊等下动袂掉，忧郁，他破病，破病是跳楼的哦。对，听说那个时候有甲伊讲有 cancer， 嗯，是子宫还是什么？有跟他，嗯，医生有跟他讲这个病，人个会好啊，一动袂掉。但是我即个意思讲吼，诶，无勇气，再讲甲咱讲病，啊，咱就怕着惊。对对。啊，但是你讲伊无勇气，伊够迄个勇气，草蕊迄个勇气才是熬的。没有，你看你别挂无勇气。因为我和伊也接触不多，我就是只有几档戏而已，伫业界遐。但是伊互我的感觉就是怪怪的。我那录音的时阵，伊常常拢会讲，我们上面不是有灯杆吗？伊拢讲迄顶头有人。然后就一直讲有人在讲话，伊直直在甲边仔人讲话，啊，但明明边仔拢无人。无人，啊你安尼恁袂惊吗？啊，我来惊，我来想讲，啊，这你是跟谁讲话？精神。啊，对呀，啊，对，就烦的呀。哦。他已经有一个人的存在。有他有一次跑到翠娥姐遐，到尾也是阮龙爷翠娥姐咧排戏来学阮听，伊讲去因家去房间家坐开讲，讲叫什么紧跪咧，伊就是什么人甲什么人。伊讲，哎，唔对呢，伊讲，嘿，伊讲，伊敢那精神敢那有问题啊？然后阮知影可能就是去用着歹物件。迄阵已经严重啊啦，精神卡因啦。但是伊伫阿明阿姊遐，就小怪眼神有怪怪。阿明阿姊就小明，小明明啊，伊就看遐小看小明明啦，咧甲阮只小段讲话，伊会在边仔甲讲，你即卖你搁甲因讲看卖咧。那么肯定啊，就摕盖头啊，怎甲你吹死？伊就会安尼啊。那是吃醋吧？不是。迄就是小可有怪怪，我就看伊眼神无啥，无啥感觉。啊，柳青呢？柳青，啊，柳的嘛真好啊。我足久毋捌看呢。啊，柳的迄阵啊，伊无做这电视了，阵啊有足侪迄个韩剧啊，哦，甲摆足侪迄个外口的秀。啊，你知影啊，柳的人伊是敢若日本人的，啊，敢若会食薰的，啊无足轻轻俭俭，啊足规矩的，所以伊后来也有赚一寡钱，啊，佮伊嘛有一个查某囝，即马佮伊做伴。哎，伊有结婚吗？无，因大兄伊小弟好伊。像伊遐欠的人，我那袂啥欠啦，袂啦。只是说感情上应该是较寂寞。他没有一个归宿。哎，今仔恁有人甲伊联络无？今嘛，无人甲伊联络。以前我捌甲伊，我甲伊真好，我拢甲伊咧作秀啦。嘿，啊你今仔无甲联络？有人咧问了这啦，了这甲伊上介好的朋友。啊，咱有时啊嘛来甲坐坐啊。哎，伊都拢袂敲电话。啊啊，你有啊？了这，你若有看到，叫阮来去遐吼，甲你坐坐。无啦，啊，咱来找了这啊，看今嘛啊，你话拢咧倒位啦？开餐厅，咱来甲捧场一下，对无？无开，无开。无开啦，啊无开，我嘛来因家甲捧场者，太济个。哦，伊这个主持，那所有这小生吼，上届天呢就是阿六的，哦，伊个敢若日本人嘞，肉骨白啊，就讲话拢安尼，很女人味，啊无普通像啊咱个头家吼杨姐哦，较查甫性，啊若讲所有这小生我看会着，啊甲规矩，啊甲伊迄个。诶，对人的态度，你太不了解了。阿六的足规矩。阿六的话是正港的左人，你看咧，好彩啊！哎呦，出彩啊！我老住咧，真正厉害的型咧。哎，那伊咧对台因翁哦，是咱爱学习。真的就厉害。咱若干那看咧摆坏盘啊哦，啊因翁转来哦，咧甲服侍。就女性，就女性。你会觉得说，哎呦，迄是小生吗？诶，搁一个咱爱关心哦，较早交往那好。朋友洪秀美，啊，因阿姐洪秀玉，啊，两个咱知影讲有一阵仔是因为花仔钱倒去吼，我会记足侪人去甲蛋鸡卵安怎安怎，啊，最近我有看到报纸，讲什么咧厦门啊咧倒位福建吼，讲演戏到底是阿姐还是阿妹妹？听讲是洪秀美啦，迄是中风还是讲？不是啦，伊迄讲是迄个水袖吼去打着，啊打着怎啊倒头栽，啊讲怎啊规个栽落去弄。是秀美啊，是秀美啊，我是听迄个。我唔知道，我嘛听别人甲我讲，我导演员盖港台，伫台顶唔知道是伫演还是徛伫台顶，什么状况下就啊人乱平落倒落去。这是迄、那个刘演员伊盖同台，伊有看到的情形，转来先甲我讲，啊我一直关心啊他有转来无？伊讲后来讲手脚啊靠甲要死吼，啊那经过那个长庚的帮忙，有立刻把他送到那个厦门的长庚医院。哦，
后续说安怎回来，是不是因为他、啊、有没有回来台湾呢、啊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那有，那么来个看一下。啊，伊都拢也无联络啊，伊大概是拍摄。联络刘艳艳可能就知吧。啊，刘艳艳是刘艳艳打电话甲我讲的，啊，我甲问，哎、欸，啊，当初来个关心一下了。其实阿有欠你的钱哦、喔。啊，安尼可能就是有欠伊的钱啦、啊，即大家结这个缘。但是袂啊，我上别个节目我嘛有讲，迄、哦、种大家拢是应的，下啊，唔是。哦，安尼。系啊，我嘛是希望讲伊会当更健康起来、哦、啊，但是到尾啊消息就没有，我嘛拢唔知啊。哎、哦欸，其实有。林姐。哎，不过伊较早哦，洪秀玉伫咧做杨丽花的副生。安尼因导啊嘛，哎，因翁做记者嘛，足好个呢。因翁做编辑，编辑咧。啊，为什么到尾也去欠人遐济话？洪秀玉会安尼倒打，我想无。想无。第一，他不喝。对啊。要不赌。啊，以前那迄钱安怎无？也不做生意啊。他在玩股票，伊阵啊在玩期货、股票。伊拢会敲电话，啊，若无就是去看电视。啊，我就讲啊，你咧创啥？无啦，无啦，无啥，嘛不用知影呢。其实洪秀玉会变成安尼，互我足意外。啊，不过这个妹妹有啥物关系？妹妹那会兑现？不是，伊阵因两个姊妹有去用骗伊。哦。是去用骗伊。谁个骗伊？迄阵啊，有一间姜诶。袂堪咪吼，想到这个新闻的刺激啦！伊讲看新闻看到某一段啦，看到多一站，这我袂使讲了。哎，气一个吼，怎向我爬起来怎？哎，叮叮，迄阵啊有一根姜诶，啊，迄个机芯吼，真正迄阵生命不止啊零，啊，捌甲洪秀玉讲吼，恁翁有偌济钱伫外口借啦。啊，洪秀玉讲歹势，讲一天伊怎甲讲，叫伊爱去装迄电话录音，甲因翁头听，真是有影。爱煞怎对这个姜吼，一直强用的，你听。啊，到尾也听讲两姊妹啊吼，拢摕钱去借这个姜厝，啊，佫甲对一挂，不要啥化解，有哪个多足济钱。啊，伫迄个时，这是叫神棍嘛，吼、嗯。哎、欸，啊啊，唔啦，哎，即摆最近敢那大家愈来愈侪会破病的真侪，小红仙。顶个则含杨丽花同齐来遮上节目哦，啊，打无偌久，讲即嘛是中风还是安那？去年呐，去年伊去手术脚头乌，伊脚头乌足侪人拢去手术去。哎呀，袂安怎？阮妈妈手术第二天就起来行。对，啊，伊就是手术的过程吼，敢有一天半暝啊，雄雄讲面拢翻乌，啊，甲高一个人才叫医生来，敢那心肌梗塞。我是听杨丽花阿姊讲，伊讲。一家在呢，是伫医院发生的才救得到呢。如果在家里都来不及，对，伊讲伊是咧看新闻，所以红光咱吼袂堪咪吼，想到这个新闻咧刺激啦。伊讲看新闻看到某一段啦，伊看到多一站，这我袂使讲了。哎，气一个吼，怎向我爬起来怎趴落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面这样倒下去的。哦，卖气瓶，卖气，就立刻在那个脓肿就送进那个开刀房，那心肌梗塞啊，对对，他现在呢？他现在呢？已经恢复了，恢复了，好了。他在医院可能是跟我同时，哦，啊，现在回到家里了，对，哦，安尼好加载，安尼要结束之前讲一个寡些趣味的代志，一个，较袂安尼讲了安尼，大家拢咧破病，害咱心情煞沉重，对呀。啊对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刚才讲这句，我就感觉，哎呦，危险。对对，你阵做歌戏，我那安尼会写对吧？我本来就安尼。那么你讲，伊是讲伊要来荷兰唱啦。对。因为我歌戏有真侪伊的行话，你们都不知道。什么样的行话？没有。像行话，我们去别人的班，嘿呀，叫怕破楼，你听过吗？不懂。其实我靠，伊就是我们原来怕破楼。对，你去客串，所以你本来怕破楼。哦。我本来客串一下啦，啊那像你，我本来有莲花家，那去夜晚遐，我就讲啊，拍起来怕破楼，我给人家怕破楼。为什么要把人家讲成？怕破锣，怕破锣就不晓得。原来一个锣像开锣嘛，一个团是圆的嘛，啊，你突然间跳起来，锣就破起来，叫怕破锣。啊，如果刮起哦，迟到叫做打怕，打怕，打怕，哎，打怕。为什么叫打怕？打怕就是来不及呢，来不及，可能那个老师开始就假怕，就打你了嘛。打打怕。啊嘛，有人讲破功打到。好，我就在那边写，所以讲你不跟不被去，啊，我在写，我在破功打到，卖给他吵，你有这狼啊。打到是有一种道士在做的，对对对，还是新鲜呐，在做。等在做啊，所以变成我若等在无闲的，跟那道士在里里浪浪的哦，你卖搞好啊，破功打到啊。啊，然后寡女的化妆叫做板心，板心哦，哎，唔是叫做帕面哦，哎是花面叫帕面，帕面。寡女梳头叫做白头，白头。
然后现在最流行的。穿鞋毛叫白卡。无啦无啦。啊，歌戏哦，啊，即卖戏箱哦，即卖粉丝讲啊，这戏箱很大的，对你很粉丝啦。叫做大卡戏箱。啊，那看不好回。啊，那是无回，到都翻那花落啦。对。翻那花落，他就无穿箱嘛。啊，对啦。啊，然后如果是一般的。不会唱的叫做研判的，研判的，研判的。像我去给人做《蛇郎君》女主角，这个叫做研判的，研判的，嘿啦嘿。那不过你去做就无像研判的，因为你装出来跟你做，拢无感觉你是研判。我讲，你若无拍卡床，那就是研判卡、研判手。像我歌戏做遐尼简单，我若上舞台，人就落会笑啊，因为我迄个型哦。我单手一只马。什么？你去拍破了？我是听人讲，我无去看。去拍破了吼，啊做咧，敢那唔知是请查某。是啥？啊！你马路仔，你这个死路仔啊！我安尼饲鸟鼠加布袋，伊就讲你这个死路仔，你也敢给我吃鸟鼠？你敢给我吃鸟鼠？搁饲布袋？太可爱的！对我啊，我讲我去杜拜了嘛，就吼，你啊，你去拜贡哦，我打算玩杜拜呢。喂，所以哦，我是当初分几啊种，像因这种的对台台的个较全才。我是有分什么苦段、武段、武生，啊，像因爱当做苦段，爱当做。舞段，啊，当做小生，哎，当做扇子生，所以说，即下就全场。即摆佫加一段老段。我今日继续进行哦，我来讲高追，你讲当都开始要做演那个老鸡婆啊，嘿呀，好像你每一位要开始学戏的人，通通都会要会这个，对不对？无啦，无一定，无一定，迄有诶都爱学做招干啦，都比如讲出台啊，都硬，都爱硬卡。来，现在什么叫硬卡？你来咧，什么叫硬卡？啊，硬卡都较早卡都是教安尼，安尼。熟悉的咧就是讲无风无摇，花袂开啦。但是我即摆真少甲伊听个，我感觉黄色黄色。伊应照讲原本是四不牡丹才四位，无风无摇花袂开。丹三三更荡落水，荡荡花心花鸟开。哎，三更有啥物通荡落水？就是迄嘛，荡落即个花心。喂，歌戏吼是真纯洁的啦，你袂使讲歌戏。我甲你讲，熟悉歌戏拢足纯洁的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一挂这外台戏吼，伊就是戏金少，吼，啊，伊就叫一挂这学戏囡仔去做，学白做，啊，无白来学白唱啊，啊，才会变形去，啊，就拢唱出台，好笑啊，做小生的用唱讲迄条条，我身在这里，来来接来，啊不，啊做小生唱这，啊，再唱个闭嘴再来唱，啊，唱袂标准是讲。我身在霹雳，长在霹雳，啥叫霹雳？这里讲霹雳啊，霹雳是我的国家，我爱护霹雳，保护霹雳，谁都不能欺负他。不听笑的警察，不听空的警察。听到笑的空的警察，我听一下，原来的歌词是什么？不听巧言欺诈嘛。啊，过来。啊，都不听你在上面会欺诈嘛？阿姨不要光顾，不要讲。不听笑的警察，不听空的警察，听到笑的空的警察。对，我会高举高举四双。会晓，你够像会晓了。老家婆啊，你会晓无？会晓的来，会晓的来，面前就是我客气啊！啊，无怪我了。啊，请，啊，请你入大厅。啊，有意也来坐，有话讲哦，你做嘛听啦。来咯！
这个是 OK 不啦？他们小时候就这样学，其实很多人弄这样都 OK 啦。啊，这种满白的技术的吼，啊，恁要学些嘛偷不来呢。即卖人加减啊捡，所以这么好的歌戏哦，政府嘛都爱就要提一寡经费出来，过来做一遍啊。无台湾的地基都无安呢，都无歌戏啊了。总袂用干那靠边放银子团都在咧拍拼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政府我爱帮忙一下呢，无奖款会别去，会无分奖呢。谢谢。Yeah.